画面中三只羚羊被野狗群堵在石壁上，不敢动弹。如果羚羊稍有不慎掉下来，也会成为野狗的盘中餐。下面的野狗已经在等着羚羊掉下来。羚羊站的这个峭壁非常的陡，随时有可能掉下来。羚羊现在站在上面都不敢动，野狗也不敢下来。野狗把羚羊所有的后路都堵住了，插翅难逃了。我觉得羚羊只要守着一亩三分地，野狗也没辙。野狗站在石壁上面，不敢下来抓羚羊，不停的狗叫。但是羚羊不为所动，就一动不动的站着。现在羚羊怎能以不变应万变，因有野狗疯狂叫嚣。野狗尝试下去咬住羚羊，他们已经饥饿难耐了。但是这个峭壁让野狗有点害怕自己掉下去。很多野狗看着峭壁都望而却步，不想冒险啊。有一只野狗就差一点点就咬到羚羊了。羚羊稍有不慎脚打滑就会摔下去，被野狗吃掉。就差一丢丢，野狗都没办法咬到羚羊，野狗好气啊。野狗尝试了很多次都没能如愿以偿，心态崩了。虽然羚羊很怕很怕，但是他们也只能强装镇定。野狗就差一点点就咬到羚羊了，但是他不敢下来。虽然说这个峭壁不是很高，但是野狗不想冒险，毕竟摔下去有可能受伤，野狗还是知道的。野狗不停的狗叫，想吓得羚羊自乱阵脚，但是没用。羚羊不管野狗怎么叫，狗是一动不动的站着。羚羊想逃跑是不可能的了，只能跟野狗群耗时间。最终野狗群放弃了这次狩猎，羚羊安全活下来了。